一名30岁嘅男子假扮女学生，潜入牛池湾德望学校嘅厕所，意图偷拍。執法部門隨後以涉嫌窺淫罪拘捕一名姓張的男子，並搜出16條女生校服裙。事隔1個月，長沙灣佛教大雄中學又出事，一個少女身形的男子穿著各間學校的初中夏季校服裙闖入校園，之後一名36歲報稱為醫護人員的男子被拘捕，他喬裝的配件例如女生校服、假髮、眼鏡等配件亦被搜出，還找到另外4間中學的校服。近期有2宗案啦，就啲男人着女嘅校服啦入学校，跟住入女厕去偷拍啲女仔喎。呢啲系教育问题啦，随便都入得去嘅，好似即系啲冇网管，梗系唔得啦。最好就系立例严啲啦，同埋惩罚多啲啦，高啲好啲啦。觉得即系太夸张啦，系嘛？即系哇，够胆死咁样。我觉得都系学校都有啲问题啊，点解可以俾到呢啲人入嚟啊？你覺得學校可以做到啲咩，會可以保護到啲女仔唔會再受到傷害咧？即係多啲人睇住咯，即係個門口，即係出入住口度做好啲登記咯，唔好俾啲亂嗰啲陌生人入嚟。呢啲咁係學校嘅疏忽啦，有啲政府係咪應該要監管嗰啲整校服嘅公司啦，甚至乎係賣二手嘅校服咧？哦，都應該係要。